昨晚的天天向上主题是汪汪打工队，我们的训犬小能手王一博一句 Good boy 让多少人在耳边挥之不去。狗狗是有灵性的，它能感知人类内心的温柔，也能从人们看它的眼神中判断出善良或冷漠。酷盖王一博虽然气质清冷，给人一种生人勿扰的感觉，但内心极度柔软，这一事实被可爱的工作犬一眼看穿。节目中一博忍不住碎碎，我太喜欢狗狗了。当被问到有没有可能自己养宠物的时候，犬系男友的他表示说，养狗狗一定要有陪伴、时间和责任，缺一不可。不得不说，单身的 MTJJ 有没有被一博的一席话语再次感动到，轻柔的抚摸，温柔的话语，情绪的精准表达，将信息简单而又准确地传递给狗狗。难怪专业训犬师都要夸一句，我们的一博不要在演艺圈了，你可以当一名训犬师。天妈和哥哥们要看紧一博哦，很多跨行圈子都已经开始向一博抛出橄榄枝了。要说看天天向上最大的乐趣，是永远期待下一期。天天向上下周预告一经播出，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了？一博为了更好的配合主题形象，佩戴起久违的眼镜，文质彬彬的形象让网友们纷纷表示回想起学生时代的青葱岁月。由于现在阶段属于影视作品影评空白期的一博，让好多追剧的网友纷纷闹起了剧荒，只有在每周一期的天天向上中可以一睹一博的风采，也只有在天妈家里大家才能够看到开怀大笑的一博，调皮捣蛋的一博，脑洞大开的一博，风格多变的一博。不得不承认，有王一博在的天天向上永远期待下一期。